知道咧，即係全香港觀眾都係錫梁思浩嘅，但係千祈唔好再打電話嚟咧，又或者 WhatsApp 度投我一票啦。你哋好想睇到我大懲罰咩？冇理由嘅，投翻綠魔女啦，記住唔好打電話嚟啦。互動咧，我知道咁樣好玩啊。問下啦，好啦 ，B team 咧即將咧即係你哋要進行測試啦，有啲咩值得嘉玲觀眾睇先？哎呀，我哋嗰個百年古宅啊，要行成半個鐘先去到㗎。呢啲好簡單㗎，就我哋行一兩個鐘㗎。OK， 下一個。我哋咧就有最勁嘅浩雲師傅英雄救美篇喎，大家仲想睇多啲啊？嚇！英雄救美篇，梗係啦。發生咩事先啊？點解要救先？陣間要睇下啦。好恐怖㗎，嗰度仲有好多蝙蝠㗎，你見到入去都驚啦，大佬。蝙蝠有冇驚啊？佢哋嗰陣有馬騮入，喂，蝙蝠有毒㗎嘛？OK， 作為綠魔女咧嚇，個膽要大咧，仲要咧就係拍到嘢俾觀眾睇咧，觀眾先收貨噶。不過幸好佢哋呢個禮拜係拍到嘢俾大家睇嘅，馬上睇睇。另一組卡文、奎米、Susan 三位魔女，佢哋要到一間荒廢近百年嘅英式古宅接受考驗。但系開始咗冇幾耐 ，Susan 同埋卡文相繼出現狀況。喂，做乜事啊？喂喂，你睇住我。其實一開始燒完醫治之後，都已經有少少頭痛，但系冇搖鈴鈴嘅時候咁頭痛咯。唔好嘗試翻，唔好嘗試翻。我都唔知道我其實清唔清醒，我就係個腦淨係諗住要好想打佢同鬧佢咯，因為啲鈴鈴聲令到我好頭痛、好辛苦啊個人。咁念經文嘅時候，我就 feel 到開始凍凍地嘅感覺咯。咁樣咧，越嚟越 feel 到係我右邊係喺後邊凍過左邊好多咯。咁直到師傅嚟咗嗰陣咧，其實佢幫咗我即係可能加翻啲陽氣咁樣啦。但係嗰陣嗰一刻都未開始，即係覺得自己係可以正常咁樣去行得翻嘅。附近山神到底有魂野鬼？如果剛才有任何冒犯之處，敬請原諒。喺 Creamy 接受考驗之前，浩雲師傅就開始作法招魂，將靈體聚集喺二樓最陰嘅地方。咁啊 ，Creamy， 咁啊，頭先一路我哋做咗好多嘅招魂嘅儀式啦，所以頭先有啲陰氣都已經聚集曬喺呢一度。跟住落嚟，你嘅任務咧就係上去二樓嗰度。我希望你做多少少嘢，除咗頭先好似你阿姊妹 Carmen 去重經之外，你用身體去感應。之餘，我仲想你做多一樣嘢，就係用一個科學啲嘅方法去感應，呢個就係溫度探測槍。浩雲師傅要求 Creamy 一個人上到全間大宅最陰嘅地方，重經回向俾嗰度嘅靈體，同埋要用紅外線探熱器測試靈體存在嘅信息。咁就希望亦都可以幫到你哋，咁係啦，希望你哋多多體諒。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善男信女，善男信女之成清。冇乜嘢，冇乜嘢。唔係啊。因為 Creamy 聽唔到，聽唔聽到？係聽到，聽到。我喺鏡頭見到你，周圍望咩事啊？因為我讀到第三句嗰陣，我係開始讀唔到個字出嚟，開始
開始讀唔到啊！開始你想讀，但係讀唔出字係咪啊？係啊，我覺得同埋好凍，我而家上到嚟嘅時候。而家其實你如果讀唔到嘅話咧，攞個啲温度探測槍去試下。客觀啲嘅數據，睇下附近，你話感受到凍啊嘛？睇下附近啲位置有冇温度異常，你先話俾我，先報俾我聽呢間房平均温度大概幾多？22.8，我而家附近嘅係22。22，15，-15度。-15度？係。13.7度。13.7度，係啊，7.9度，-8度，-42度。又嗌咩咧？見到乜嘢嗌咧？即係完全唔明白。問下浩雲師傅啦嚇。咁啊，呢個咧即係温度嗰個測試計咧。其實上次我同你日本拍嘢，你都試過啦嚇。因為嗱，觀眾可能未必睇過日本特輯，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如果個温度嗰個對差好大，係出現咩問題咧？啊，因為其實靈體出現嘅話咧，其實佢哋係要吸收外間能量，所以會導致到温度下跌。咁而我哋嗰次日本特輯亦都試過，就係話，我覺得嗰次不單止温度下跌，係靈體能量好強，令到嗰個電子儀器咧直頭係失靈。呢種情況我喺探靈咁耐，用過呢個儀器咁多次，只係發生過兩次。咁即係話，其實我想問一下啦，如果喺一間嘅屋裏邊，突然之間發覺淨係得嗰笪位好陰涼嘅話，係咪其實有機會喺嗰度聚集靈體咧？喺外國科學家的角度就會覺得有一啲我哋肉眼見唔到嘅能量體存在喺嗰度，俗稱鬼。他哋外國叫能量體。係啊，肉眼見唔到嘅能量體。咁佢哋都會用呢種方式去測試嘅。冇錯。除了呢種方式，仲有啲咩方式可以測試到有冇鬼嘅存在咧？主要佢哋有四個儀器嘅，就有呢個温度探測器啦、電磁波探測器啦，同埋呢一個熱能探測嗰個嘅攝錄機啦，同埋收音機。哦，即係話熱能探測器都能夠做到係嘛？即係我哋啲紅外線嗰啲，冇錯，都可以嘅。因為佢係就睇到如果我哋人嘅温度應該係黃色啊、橙色咁樣、如果見到梁師傅企喺度有藍色嘅話咧，就有機會有靈體啦。轉頭翻嚟咧，究竟咧綠魔女咧佢哋發生咩事咧？當然休息，轉頭翻嚟見啦。好啦，歡迎大家翻返嚟咧《怪談綠魔女》嘅現場啊！喺呢度咧，多謝咧就係全香港嘅觀眾咧支持我哋怪談啊！亦都多謝咧就係海外嘅觀眾咧一直支持我哋啊！嗱，短短四個禮拜咧，我哋而家投票嘅人數咧已經咧接近10,000人噶啦嚇！咁啊，當然啦，好多觀眾咧想睇我做大懲罰，嗱，不如我應承大家啦，如果有50,000人投票嘅話咧，我就進行一次大懲罰啦。咁如果大家想睇嘅話，可以咧就不斷咧去上到去咧 Facebook 啦、呢個 WhatsApp 啦，同埋1831121嚟投票噶。睇睇佢哋綠魔女先。13.7度。13.7度，係啊，7.9度，-8度，-42度。冷靜，冷靜先，冷靜。我而家上嚟，你冷靜，唔好出嚟走，會跌親。我而家上嚟，我而家上嚟做咩事？冷靜，冷靜。點啊點啊？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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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睇到咩？我扶你，慢慢行，慢慢啦，三啦，落樓梯，三啦，嚟嚟嚟嚟嚟，攞機，冇事啦，嗱，我陪你出翻去好唔好？
奉請天門有火入門來，燒盡百鬼化塵灰。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即開天門，閉地户，留入門，塞鬼路，穿鬼心，破鬼道，遊鬼闖。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即。當 Creamy 平復之後，大家都好想知道到底乜嘢原因令到 Creamy 驚聲尖叫咧？咁我讀到即第三句，跟住之後我開始係電真，你讀唔到出口。有下次咁嘅情況咧，心用心做咧。明白。但係我反而係最頭先比較 concern， 你一路我係完全嗰個你已經係有少少驚慌狀態。我見到你話附近温度係22、23，但點解-15？咁側邊一路度附近，我一路度自己圍住自己都係20幾度，跟住我再度側邊嗰個牆，跟住係15度咁樣啦，跟住就再度前邊啦，跟住之後咧，我一路嗱，一路冇人，冇點，睇下先，見到嘢係咪？跟住我再度前面，跟住你温度一路变，跟住我飞到，我觉得撞埋你，飞到又撞埋你。你見到嘢撞埋，定感覺到道氣撞埋？感覺到有道氣撞埋你。我一路落，你聽唔聽到？但係你覺得嗰道氣好似都冇白色。我明你講乜嘢。跟住我一路咁樣讀，即係你係我一路探測，你一路探，你係跟住，你會覺得佢喺度不停走緊。佢一定係喐㗎，佢一定喐動㗎。不停走緊，跟住佢衝緊埋嚟，我到你係 feel 到嗰陣氣喺度衝緊埋嚟，跟住你去緊。係啊，所以其實你有咁嘅反應，第一次遇到咁嘅情況，我哋都始料不及會咁誇張。由於三位魔女接連出事，所以浩雲師傅提議終止當日嘅測試。當佢準備入古宅，以法事回向俾古宅裡面嘅仙人嘅時候 ，Creamy 突然間提出一個令人愕然嘅要求。因為我覺得我冒犯咗佢哋，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同佢講對唔住。喂，本來使佢唔好俾佢一陣 Creamy 突然之間有咩事會周圍衝，我驚佢突然之間周圍衝，知道因為唔習慣。天有36教，地有72教，教教有靈，教教有靈，清。分別10道，出定得出道，佢哋出嚟出啲數啦。Number subtle 3B3出定得出道，佢哋出啲數啦。Number subtle 3B3出定得出道，佢哋出啲數。當平靜翻落嚟，咁師傅上翻去嘅時候，點解我都要求要上去？因為我嗰刻個感覺就覺得係因為我自己做咗啲嘢，可能嗰刻而令至到即係佢哋覺得唔開心。咁所以我都希望可以親自去，即係可能 say 翻聲 sorry 咁樣咯。嗱，大家睇下測試啦。我當初見到咧，即係浩雲師傅同阿 Creamy 呢個鏡頭咧，我以為我睇緊韓劇啊，《來自陰間的你》啊嚇，相當之感人。韓劇先有呢啲咁啊嘛，好感人啊，攬住人哋呢啲咁嘅片段啊嘛。我以為你哋兩個拍緊韓劇啊，估唔到咧係拍緊《怪談》啊嚇。咁啊，當然咧都要問下咧，即係咧我哋咧剛才 A team 啦嚇，你見到 B team 咧佢哋測試嗰時咧有咩唔滿意咧，或者覺得做得唔好咧，問下你哋啦。我覺得卡文啦，因為佢之前咧做任務佢都未完成，同埋佢話要嘔佢都冇嘔到。Susan 唔係仲差，都未入去。混咗啊 ！Susan 差過卡文，點解未入去啊嘛？係咪？係啊！可能你做任務混咗。佢其他外景都係入唔到，佢得呢集入到啫喎。喂，老老實實啦，你又真係入到㗎，真係入到㗎。O K。
但係 Susan 暈咗啦，咁但係得一集入到啫喎，咁點算啊？其他集都入唔到嘅喎。喂，咁佢哋又講得啱，嗱，佢哋又講得啱喎，佢哋成 team 係三個人入曬，我哋得一個啫。錯啦，我哋咧要望遠啲嘅，我其他集數都係入到㗎，但係 Kitty 咧，你哋自己慢慢睇啦。咦，有投訴喎，即係佢之後表現得唔好啊嘛。梗係咯，唔係有咩有咩嘢先表現得唔好先？我想聽下啲嚟緊啲集數佢哋拍有咩入得做得唔好先。又話要人哋陪咯，邊有咁多人陪啫？之後我哋就玩激啲噶啦嘛，要自己拎機噶。哦，係啊，又喺度扭計咯，又喺度踱步咯，踱成十幾廿分鐘。咦爆大鑊喎！好傷心㗎。嗱，呢樣嘢好似我聽到導演講喎嚇，佢踱極都唔肯行入去啊嘛，係咪？啊，好嘢嚇！咁啊，當然咧，嗱，綠魔女咧，佢哋嘅表現如何咧，就係睇啲分數啦。喺呢度多謝曬咧所有家庭觀眾啦。今晚咧有成接近3000票嘅投票啊，咁啊加埋咧累積嘅票數咧，而家已經過咗10000票喺呢度，多謝曬所有咧睇緊電視嘅家庭觀眾啊，對我哋綠魔女嘅支持。好，馬上報分數，睇睇呢個禮拜咧 ，Ruby 嘅總分咧就係483分啊，就係咁啦。睇睇呢個 Susan 啦，睇 Yoyo 先啦，係咪啊 ？Susan 先 ，Susan 咧就係527票噶嚇，咁啊睇下 Yoyo 啦 ，Yoyo 咧就係404票，咁啊而啊 Creamy 咧就係521票嘅。睇下 Kitty 啦 ，Kitty 咧就係453票，而 Carmen 咧就係404票。咦，404同404喎，即係呢個禮拜咧有兩位啊票數最低嘅就係 Carmen 同阿 Yoyo 啊。究竟你哋兩位咧邊位咧進行咧呢個大懲罰咧？你哋兩位自己講啦。梗係 Carmen 啦，呢單嘢我之前已經接受咗大懲罰啦嘛，同埋咧我今集啊好勇敢，又食咗好多嚿叉燒，又安慰我個團隊嘅朋友喎，係咪先？咁即係你認為應該 Carmen 啦，係咪？Carmen 你有咩反擊？我都冇所謂嘅。哎呀，你都有今日啦，真係。如果係 Carmen 咧，我會幫佢頂，因為我覺得 Yoyo 上次飲咗一半咧，真係唔係幾啱啦。但如果佢話要阿 Carmen 去頂咧，咁不如我幫佢頂，不如我幫佢頂啦。咦？喂，咦？開始玩針對喎，大家嚇，你又幫佢頂啦，佢又唔使罰啦，你又跟住話飲得一半啦，係咪？係啊。即係你願意罰啊？我願意。啊、我同 Carmen 好好噶。O K， 啊，估唔到啊！即係你哋兩個一齊罰啦，定係你自己罰先？兩個一齊罰，我代佢罰。你代佢罰啊嘛？咁不如 Yoyo 同我一齊罰啦。O K， 嗱，佢就講咗啦，因為佢罰過啦，即係下一集輪到罰你啊嘛。但係爭一半喎，要還翻一半。但係你知唔知下禮拜進行咩測試先？有家庭觀眾打電話嚟，13121咧，你哋要咧懲罰係咩？知唔知啊？唔知啊，但係我哋咁大膽，梗係要試下噶啦。要你第一份簿裏邊咧，撩條絲蟲上嚟，食咗佢。嗯，我考慮下。你咁大膽，你唔怕啦？你一半落嘅，你食一半，我食一半，我哋好 sweet 嘅。唔係，佢最次次都係食一半嘅。OK， 啊，你哋兩個真係好嘢啊！咁究竟你咧，你禮拜咧？有咩懲罰呢？下禮拜準時睇就知㗎啦。好，雲師傅問下一樣嘢啦。咁啊，剛才咧，佢如果一路咁樣喺度喊咧，喊咗咁耐嘅話咧，如果冇師傅在場嘅話，佢會有啲乜嘢嘅後果？首先，佢一路喊嚟講咧，佢其實個精神狀態會越嚟越差，會有啲好似崩潰咁樣啦。人嘅精神狀態一差，陽氣同一時間一樣會下降。其實靈體有機會係想佢不斷嗌嘅。當佢嗌到某一個地步，陽氣下降到某一個程度嘅話咧，就可以將佢絕食。咁就非常之危險。即係話，當佢一路喊一路嗌，佢有機會就係崩潰啦。崩潰之後就靈體會入侵啦。所以好多時候，我建議大家，如果有人有真係有靈體去侵襲，見到人大嗌嘅話咧，第一時間你哋乜都唔識做都唔緊要，叫佢要冷靜翻，深呼吸翻，定翻嘅話咧，呢個係最基本嘅急救方法。嗯，即係等佢冷靜翻落嚟，冇錯，成個人咁亦都有啲乜嘢咧可以咧，即係啲譬如一齊靈探啲朋友幫佢做咧，如果冇師傅在場，如果冇得做到，我建議都係即刻帶嚟佢，將佢帶嚟現場，離開現場，要飲水，離開咗先，離開先，乜都唔好講，因為嗰個靈體係聚集喺嗰度，陰氣會重。咁離開咗去人多嘅地方，一定要坐翻車去最旺最旺嘅地方，起碼坐翻幾個鐘頭，令到身邊啲陽氣咧沾翻上身，咁樣就會好好多。嗯，嗱咁剛才咧聽到綠魔女自己都講啦，咁啊下個禮拜開始咧進行咩測試咧？就係佢哋獨自一個人咧去到咧即係探靈，揸住一部機自己行入去啊！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咧？當然下個禮拜啊，準時收睇呢個怪談綠魔女就知道啦。嗱，暫時嚟講呢個禮拜咧就決定咗咧最低分嗰個咧就係 Carmen 啦，咁啊而咧受懲罰咧就有人替佢噶嚇，咁啊少少肯替啊嚇，究竟少少要啲乜嘢懲罰咧？下個禮拜準時知道收睇。怪談綠魔女就可以㗎，下禮拜再見，拜拜。